完了食材无名的蛋饼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它的脆皮蛋饼真的超厉害的，因为它的脆皮就是你吃下去，你会觉得它好像是炸过一样。但是我们刚看老板娘，好像它有用炸脆超厉害的。然后呢，它的蛋饼一吃下去，那个香气超浓厚的，而且那分量非常足够，对，一个人吃就很有饱足感。然后我刚喝那个花生汤，它花生汤也是蛮厉害的，因为它你咬下去喝完第一口。它是那个花生直接化在你的嘴巴里面，然后是花生会非常浓郁，所以非常好喝。大推冰的花生汤。这家豆花呢，是我毕生吃过最好吃的豆花，它的豆花有焦糖味，真心不骗，超好吃。那我们就下次看吧。我奶奶家吃，因为刚刚排队人潮真的太多了，那我们就来吃吧。很好吃哎，我觉得它皮蛮薄的，但它肉质很鲜甜，它肉里面调味的蛮好，不会觉得太死咸，算是很好吃的馄饨。国铁，然后呢，这家国铁很有名，他们馅料非常多。那我们来吃看吧。哇，这吃也太苦了吧！在阿二麻辣食堂，然后呢，它的麻辣汤真的超好吃，一定要来吃。麻辣卤肉饭。麻辣卤肉拌饭还蛮特别的，好，你来试试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本来就很喜欢吃它的卤肉饭，然后它又这个麻辣卤肉饭，它又有一点点辣味在，很香，超好吃。鸭血很好吃，我喜欢那种麻麻的，然后我觉得它没有到很辣，因为它可以选辣度，对，但是它的麻的香气很。它这个是微辣的，然后我点的是尽量不辣的。